有两个年轻人小张和小王，他们每天下班后过得很是疯狂。今天下班后都能做点什么呢？那能做的事儿可多了。你就是像复读一样的，我说话你有延迟的说。好的。啊，我们的衍生节目已经又开始了。开始了。你们以为我们下班了？你们以为我们下班了？其实并没有，并没有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这些邪恶的嘴脸，邪恶的嘴脸。本来呢？本来呢？太好玩了，但观众看了特别折磨，你知道吗？观众到时候听到有两个声音，特别恶心。本来呢？本来呢？拍公示照的，拍公示照的只有张延琦，也有中国 boy， 没有，他非要假装自己平时不拍，我真的不拍，今天还拉上了我，中国 boy 是自己私藏起来自己看，不发，那走吧走吧，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假装是下班，给大家看一下下班后还要干一些什么事情，真实的打工人还要去拍公示照，我们要去拍照片了，好期待哟，打工人在乎的是薪水吗？不是，那在乎的是对工作的热爱。我的肚子里面现在只有胡萝卜，你知道吗？我好饿呀！我还有泥土。咱们在马场呢，不得跟马拍个？这真的是狗吗？不是狼吗？它有一点这个狼的血统，狼狗应该是，因为你看它的嘴型和它的眼睛。玩玩，玩玩，玩玩玩玩玩。喜羊羊，美羊羊，蓝，来，我给你换一个啊。跟马有关的，咱们今天得说点马啊。喜妈妈，懒妈妈，妈妈，肥妈妈。别看我只是一只马，马儿的聪明。我们在大草原的湖边，牵着你的手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GoPro 先给我吧，你们先拍下面装视频。我们 ，You first。三二一，啥呀？他让我重点突出我的脚变了，完美。学会了吗，中国哥？学会了吗？你是啥呀？你不就这样的吗？绳子不要太长，免得踩到了，会危险。乖乖，他叫什么名字呀？白金。盯着别动啊。好，看我，好。哇，我是傻子。确实。就你还有掰单人的呢，把中国被截掉就可以了。眼睛睁不开了，这是脚。好了，谢谢谢谢，我来指导一下中国 boy 拍照啊。把左脚放到嘴里，我给你一脚。是最时尚，当今最时尚的拍照风，真不错。你现在像早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是Gucci，你知道吗？你很哭泣了，兄弟，你很古驰了。你要不把那个盒子捡起来戴在头上？挺艺术的，或者这样抱在这里，真的可以。我帮你看一下这个盒子能不能用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来来来，给你上个道具，你就这样抱着，把它抱在侧面。不是这么抱了，你能不能这样抱了？单手了，好脏哦！不，我都不怕脏。你看我都你的衣服是借的，我的是自己的啊，没关系，回去洗，冷酷一点。想象你就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人，没有感情。好好好，哇，你正好头后面有根天际线呀，兄弟。
你的名字二的海报不用你这张照片，我不看了，真的。ずっと何かを誰かを探している。别住了 ！No！ 蹲在上面，蹲在上面挺不错的，可以坐在草堆里边，扎嘛，屁股扎嘛。我感觉那个应该挺扎屁股的。我也要这样了。你看吧，是他要求的吧？不是我想做这个动作了。很投入，他没发现中国不会这么好拍，全是大片儿。我给你来个推进的啊！快上车。可以了，他你，我眼睛快睁不开了，完美了。